是我姐姐寄来的。凤凰，嗯，你是不是独生子女？是啊，我是独生子女。我发现你们好像个个都是独生子女。没错，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，所以像我这么大的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。听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。对啊，你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吗？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人口增长得太快，1949年全中国的人口是5.4亿，到1969年就达到8亿多了。中国的人口确实太多了，从70年代以来，计划生育成了中国的基本政策。现在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低于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，这可是很大的成绩。人口增长速度太快，其实也会影响到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不对？那还用说，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交通、看病、教育等等，哪一件事跟家庭的经济情况没有关系？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，大部分家庭还不很富裕，家庭人口越多，经济负担就越重。中国这么大，农村人口又特别多，一直坚持实行这个政策真不容易。可不，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做得比较好，农村还有不少问题，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影响还很深。有不少外国人对你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看法的，他们不太理解这个政策。其实只要客观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理解了。就拿你们国家来说，它的面积比中国稍微小一点，可是人口却只有中国的1/5。要是你们国家的人口跟中国一样多，恐怕你们也得实行计划生育。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全世界22%的人口在中国。如果中国不控制人口的增长，你算得出现在全世界会有多少人吗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发展，也关系到世界的发展，人们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嗯，一直以来，如果两个年轻人结婚好几年还没有孩子的话，周围的人可能就会对他们有些想法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。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结婚不要孩子这风气不好，他可以整个一两年，我结婚，对不对？头年不要，第二年不要，两三年，这是正是时候。军团家庭，我是对于我的孩子我接受不了，那别人情况我也咱也管不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老年人活得老，没别的乐了。你看现在这个，啊，这不都是一个乐吗？啊，你再没有孙子辈的，那还是活什么劲啊？对很多人来说，孩子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生活。结婚不要孩子，人生就好像缺了点什么。但是这几年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改变，选择不要孩子的家庭也多了起来。如果这个家庭夫妻双方都有收入，又不要孩子，我们叫它丁克家庭。丁克就是英文的 Dink。 陈芳和她丈夫就是其中的一例，
他们结婚七八年了，关于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，他们曾经认真讨论过。因为两个人都比较喜欢现在这种两人世界的生活，最后他们一致决定不要孩子。嗯，平常的时间看电影啊、旅游啊都会很多，所以还不想要一个小孩来打破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。不要孩子，双方父母会怎么想？双方父母当然希望我们早点有小孩，这样一个家庭可能在他们感觉可能会比较美满，可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。嗯，因为年轻的时候过得很充实也很美好，嗯，所以我想这个遗憾应该会没有。对，虽然人们选择丁克家庭可能有不同的原因，但更多的可能还是现在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他们更愿意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丁克家庭的存在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反应。